现金。嗯。今天是20了，不一样。星期四。这都是算好的，他到时候知道吗？嗯，到时候你给他，你给我说一下公式，怎么算的？嗯，就是乘，除以一下，他每个是两台嘛。啊？然后你这个什么直径的地方，当时他啊，你直径啊，对，你直径啊，对。嗯。嗯。其他不用改了哈。最好是弄个卡扣，这样一点一点弄吧。这中间要是有一个给你的螺丝上面也行。把螺丝也麻烦，就弄个卡扣就行。一卡就行。